好，首先咧就要开心咧，就系、是、要考一下大家先。咁样咧就系、是、大家你而家个开心程度麻麻地举只手出嚟呢度，中中地举呢度，好开心爆晒棚，举只手喺呢度。而家几多分先？举只手出嚟睇下，开心到边度？咁你记住咯喎吓，即系。呢度啊三分啦，呢度五分啦，呢度啊十分爆灯，咁你自己俾个分数自己咯喎吓，唔使写噶，唔使交噶。一阵间我哋上完之后咧，睇下又再举过几多分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咁样咧就诶第一个问题咧就系话以下嗰啲人有咩共通点嘅？咁啊留意咯，边个嚟嘅咧？呢啲人有咩特点咧？呢个个都识啦，系嘛？而家秒都有噶。大陸啊，或者車頭啊咁樣掛住啊，好多人喺度點香啊咁樣噶，咁咧就係我哋偉大嘅毛主席啦，一個咯喎，跟住又係呢個一國兩制嘅始創人啊嘛，係嘛？呢個黑貓白貓都一樣捉得老鼠，就係好貓嘅鄧小平先生，跟住拳王啊，你識唔識啊？呢個識啊，嗬？是啊，全世界呢個打拳好勁噶，佢係我哋叫做拳王嘅阿里咁樣。然後呢、這個識唔識啊？教宗保禄二世，好好啦，快得滯添。咁呢四個人有咩特點呢？都係拍友啊嘛，係咪？咁咧，佢哋係拍有，佢都係還咁拍金信證嘅。而我哋會唔會記得佢係拍金信證患者啊？唔記得，記得嘅係乜嘢啊？記得佢係啊國家領導人啊，記得佢係爸爸啊，佢個鄧小平個仔係邊個啊？鄧朴方啊嘛，鄧朴方做咗啲咩嘢啊？知唔知啊？鄧朴方就因為文革嘅時候被人掉落街啊嘛，掉落街咧就導致佢脊椎斷裂咧，成世坐輪椅咯。咁點解我哋記得鄧朴方啊？因為佢咧就係同我哋香港復康會啊嘅創始人咧，呢個方心讓教授咧，就係去成立咗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啊嘛，然後俾中國嘅。中國有幾多殘疾人啊？知唔知道？7000萬啊，即係香港嘅10倍人口啊嘅嚴重嘅喎。頭先講嗰啲嚇嚴重嘅7000萬嘅殘疾人咧，而係改善咗好多生活質素啊嘛。咁所以頭先見到我哋係每一個人嘅特點，在座各位有帕金遜症，但係你都係爸爸，你都係媽媽，你都係。工程師，你都是好好的家庭主婦，你又是阿嫲嫲，你又好叻唱歌，或者你好叻煮餸，每個人都是有好多好多身份，而帕金遜症患者拍友只是其中一個啫，係咪先啦？咁所以我哋要記住，我哋有啲咩叻嘢，有啲咩開心，有啲咩好自豪嘅，話俾人聽嘛。咁咧就係拍友只是其中我100個身份裡面嘅一個嘅啫，咁樣。咁當然佢有少少障礙嘅啫，行路慢啲啊，或者表情表達啊嗰啲咁都會有少少影響啦。咁但係咧，就比起好多病，帕金遜係咪都算好彩嘅咧？大家諗下，癌症幾辛苦，係咪啊？癌症點解辛苦啊？因為佢醫個過程樣樣都殺死你咁滯噶嘛。是不是很痛苦的嘛，那些過程。然後呢就是有沒有聽過一種病叫做不死的癌症啊，類風濕性關節炎，有沒有聽過啊？那他是做什麼的？就是自己做些抗體打自己的關節咯，又不死得，但是就真的周身骨痛，這個關節爛完就第二個關節，這樣就很辛苦咯，是不是？這樣就是有影響，他會走路啊什麼都有影響的會。那所以其實大家知唔知道香港有幾多少人有長期病患先？啱啱統計出咗200萬，
哇，咪好犀利啦，咁系咪啊？我哋几多人口啊？700万之嘛，系咪先啦？咁有200万，即系三个有一个噶啦。咁我哋有拍金信性，咪系好鬼正常，系咪先啦？正常个冇病嗰啲啊，差不多，啱唔啱啊？所以我哋系可以大大声咁样，我系拍友，我好自豪嘅拍友，因为呢种病咧就系、是、影响我少少嘅啫。我仍然都是很威水的爺爺，很厲害的煮餸的媽媽，很關心別人的太太，很有喜歡唱歌的哥哥，一樣而已。我們都是每一個不過是有一種病的而已。所以剛才陳醫生就很詳細說了、啊、因為這種病會怎樣影響我們那個表達，而大家要想想，比起很多很多病，比起其他那200万人呢，我們這些呢都是小問題來的。那麼情緒就會，我們就說哎呀，那他 會不開心啊，會抑鬱啊，甚至想死啊，很難過啊，這樣是不是都有這樣的難過啊？但是你想想，你未有病之前我們都會有這樣的情緒的啦，對不對？我們問過一些全香港的市民呢，電話訪問，你有沒有想過，曾經想過都不想做人啊，這樣你猜多少人答啊？差不多三分一都說我曾經都想過都不想做人啊。那所以現在在香港壓力大嘛，是吧？做人在咁實有高高低低噶啦，即係高嘅時候咁冇開好 happy， 但係低沉嘅時間咧，都覺得會都好辛苦噶咁樣。咁死咗佢好過啦咁樣。咁諗過呢啲咧，其實我哋生命裡面都唔知諗過幾多次噶啦。不過我哋冇做啫嘛。點解我哋唔做啊？大家有幾多朋友諗過都係唔好做人啊咁樣？然後之後乜嘢嘢幫到你啊？親人咯。是不是關心你的人咯？說如果我做些什麼傻事傷害我自己，我不會很傷心的嘛，是不是先？所以我們是有這個病好，沒有這個病好，我們都會有一些不開心啊、無助啊、會害怕啊、會不會越來越差啊，這樣做人都是經常都有這些恐懼的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們要怎樣去改善這個身體、身心靈，同埋我就咁樣諗嘅，身心係一樣嘅，然後心靈另外一樣咁啦。身心係結合噶嘛？大家知唔知道身體做啲嘢會改變我哋情緒噶？知唔知噶？好，俾大家一個練習先。我最叻嘅，大家知唔知係咩咧？我最叻嘅咧叫一秒鐘技巧。即是一秒钟你已经即刻体验得到的了，那一起试试一下行不行？好，大家呢就现在我请大家呢就皱埋晒眉头，然后呢就好惨咁嘅样，然后呢就将个嘴唇呢拉咗落嚟，揭埋隻眼，要諗下即係全世界最惨嘅嘢咁样，做30秒，咁容许自己去諗下啲惨嘢，就整個樣子很苦的，即係將個苦字寫咗喺佢面度咁樣。OK， 好，係咪即刻好苦咗啊？個口都苦埋啊，有冇啊？嚇，想喊咁樣係嘛？好，而家整個好鬼得戚嘅眼神嚟睇下先。好，而家。整個好開心的，好像見到你的孫出世那樣的樣子，好期待那樣，是不是立刻你的面部表情改了呢？你的人的情緒立刻改了，是不是？是這麼快的，真的是這麼快的，一秒鐘都不用的，真的。好，大家想想，如果你還未信服的，大家想想，大家知不知道哪裡銅鑼灣 SOGO 門口啊？一想起那裡，即刻會怎樣啊？
哇，覺得好逼啊！咁樣收收人都逼埋咗咁樣，翻工時間錯爆埋咁滯啦，係嘛？要而家要話請人拱你入去噶嘛？你等三班車先上到嘛？係咪先啦？我一諗到啊，一秒鐘都唔使，已經去咗嗰個情緒啦嘛。咁你話我哋嘅情緒係咪自己可以控制咧？係咪太容易啊？咁點樣可以控制自己嘅情緒啊？喂，當你唔開心啊、冇癮啊、好唔開心嘅時候，咁點啊？諗翻啲令到你最開心嘅嗰啲經驗咯。大家諗下，你最開心嘅係乜嘢先？頭先我就話諗下你個孫嗰、那個嗰、那個調皮樣咁樣，呢個係最開心嘅，舉手睇下先。係啊係啊係啊，有做爺爺嫲嫲啊、婆婆公公啊嗰啲就係啦。咁啊，諗下你自己最有滿足感嘅係做緊啲咩嘅咧？大家諗下，一諗起嗰樣嘢你就會心微笑嘅，係咩嚟噶？可能你啲嗜好啦，可能你唱歌啊、畫畫啊，可能你打乒乓波啊咁樣咯，即係你自己啲叻嘢而係興趣嘅係咪啊？係，我見到有好多人啲會心微笑出咗嚟啦咁樣。咁大家又諗下，你最需要安全感嘅，你一諗起嗰樣嘢，你覺得好安全嘅係咩嚟嘅咧？諗唔諗到啊？係咪自己細個時候俾啲長輩攬住嚟呵啊咁樣，咁咪好有安全感咧？或者係係咪啊？大家要練習喎，諗下呢啲喎。大家可唔可以諗下最温馨、最家庭温暖嗰啲殺死人嘅時間係咩咧？即係幸福到爆嗰啲咁樣嘅時間，可唔可以諗翻一個咁嘅影像啊？得啊，嗬！呢啲咧就係我哋嘅心靈財富嚟噶啦。咁所以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咧，就係幫助自己同埋屋企人咧，去建立翻多好多好多呢啲嘢啦。食嘢就係好重要噶，大家冇乜人講噶。原來我哋聞香味嗰啲大腦裡面嗰啲細胞咧，仲多過我哋睇嘢嘅細胞嘅。咁所以大家阿嫲嫲炸嘅角仔就係最好食噶啦，或者煎嘅蘿蔔糕就係最好食噶啦。咁樣嚇，咁呢啲咧就全部都係食嘢啊，嗰啲咁嘅香味啊，喺屋企多啲整下呢個包餃子啊。做啲咩嘢係一齊做嘅，整下曲奇啊，又會香嘅，又可以一齊用手做嘅，咁呢啲全部咧都係大家可以多啲考慮嘅嘢嚟嘅。咁咧就時間問題咧，我呢個飛咗去啦，我唔講啦呢個。好，咁樣咧做點樣做一個身心健康嘅人呢？身體就要運動啦。情緒就要關心人啦，生命揾到意義咧，呢、這個都係全部有重要嘅。好啦，咁樣我哋個手咧，即係頭先我話要將呢個健康開心嘅情緒掌握喺自己手對面啊嘛。咁我哋幫大家做兩個手嘅練習先。呢、這個手嘅練習就係咁樣嘅。大家有冇見過啲招財貓啊？咁樣噶係嘛？我哋咧就激烈啲得唔得啊？得啊，嗬！好，我哋激烈啲就係咁樣嘅。大家諗下，就係隻手咁樣啦嚇，就將啲好運啊、開心啊、幸福啊咁樣招翻嚟，就兩隻手一齊做啊，激烈啲喎要。撥向自己度啊！可以用呢個嗎？撥向自己度啊！好，然後送俾人，送俾左邊嗰、那個，送俾右邊嗰、那個，係啊，送俾前面嗰、那個，送俾後面嗰、那個，或者全部嚇咁、啊、樣，即係得閒咧就多啲做。有咩好處啊？呢、這個
是不是一秒钟的学校啊？又是我一秒钟技巧来的嘛，这些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做这件事啊？科学很有科学的。啊，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人生里面有14条主要的经络啊。咁手咧就係手三陰經、手三陽經啊！你咁樣撥啲好運去自己度咧，好運啊、開心啊、幸福啊，咁樣撥嚟自己度咧，咁就運動咗手三陽經、手三陰經噶啦，成個成身嘅經絡啊都做曬，係咪正先啦嚇？咁所以咧，我中意蘭花手又得啊，我哋話叻玩手腕啊又得啊，係咪先啦？咁咧就所以一啲咁簡單嘅，得閒喺屋企可以做一下咧。成家人一起做都得嘅喎，我做完俾我自己就送俾你，送俾佢，送俾佢咁樣，呢啲係好容易、好容易做嘅，大家可以好開心啦。咁因為咧就唔同嘅情緒咧，都會影響我哋五臟六腑噶嘛嚇，咁所以咧就係頭先講過咧，就係我哋個腦都會釋放啲唔同嘅物質咧，影響我哋個行動啊。咁但係其中一樣咧，如果我哋多啲做下呢啲運動咧，諗埋開心嘅運動咧，就會釋放一啲安多芬嘅。呢啲安多芬咧就會令到我哋痛都少啲嘅喎，可以止痛嘅喎，又可以開心嘅喎，瞓覺都好啲嘅噃。咁所以咧，亦都會增強我哋抵抗力喎。咁所以晏晝大家參與工作坊就係學呢個太極啦嚇。咁呢太極都係好重要嘅，所有運動都重要嘅。咁咧就係而家喺個嗰個 apps 入邊咧，亦都有太極十二式啦。嚇，大家冇時間或者冇人陪你嚟參加，亦都冇所謂啦。有 apps 就得啦嘛，係咪？頭先下載咗啲 apps 啦，已經係咯。咁所以就好簡單啦。咁歡樂嘅心咧，就係良藥嚟嘅。有我哋見到有好多病人咧，如果佢開開心心咁接受，話我係柏友，教宗都係柏友啦，係嘛？國家領導人都係柏友，你大家知唔知啊？中國嘅大部分國家領導人都有白金信噶，點解先？嗱，好顯淺嘅，佢其他病去咩專家咩藥都有啊嘛，都醫翻好啊嘛，就係、是、醫唔好嗰啲病嘅，好似白金信咁樣，佢就有咯，係咪先啊？咁所以呢啲係領導人病嚟噶，大家可以好自豪。我要患咩病？我領導人病嚟噶，咁樣啊嘛，係嘛？因為個腦咧就係、是、要保護我哋噶嘛，咁所以普通嘅藥咧就好難入到去，嗰、那個困難就喺呢度啊。同埋我哋對個腦嘅認識咧，而家就係好努力咁樣要學習緊。咁但係頭先講過啦，我哋其實有邊個唔死嘅先？個個人都要死噶嘛，係咪先啊？咁啊，好多時都係會因為病而導致死亡噶。咁心臟病啊、癌症咁，大家都明白啦。帕金遜症唔會令到大家死嘅噃。咁所以大家都要保持健康，令到大家咧就係、是、可以好努力咁樣咧，又活得開心。而係呢一個病咧，就提醒我哋話：喂，我哋唔係永遠咁樣，唔會萬歲萬歲萬萬歲噶，大家。一定都會有百年歸老一日噶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就好似生命亮起紅燈咁提醒我哋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要學得更加珍惜家人嘅關係啊，更加開心啊，更加自在啊，咁樣啦嚇，注重呢個感受啊、愛惜空間啊、時間啊咁樣啦。大家識唔識呢個字點寫先？路字係兩個咩字嚟噶？如果我哋因為呢個病而嬲咧，我哋咪變咗呢個情緒嘅奴隸啦，係咪先啦？而有一個台灣有個法師叫正言法師咧，佢就講咗一句嘢，我覺得好有用噶。佢就話：憤怒咧就係、是、用人哋嘅錯誤嚟自己，係咪有理由啊？喂，人哋做錯嘢啫嘛，咁我就嬲到跳上跳落咁樣，咁咪好傻咯自己。佢做錯嘢，我就嬲到自己眼火爆、血壓高咁樣，食又食唔落、瞓又瞓唔著咁樣。咁我哋以後咧
就要知道我哋唔会做呢个情绪嘅敌人啦，吓，唔好做情绪嘅奴隶啦。有啲咩嘢令到嬲嘅，谂下佢自己傻啫。佢哋好似踩单车或者学游水，你睇住佢，佢都要跌亲，佢都要饮咗两啖海水，佢先慢慢学识噶。所以人哋做错嘢咧，令到你唔舒服咧，系唔紧要嘅。佢呢个系佢嘅学习过程嚟嘅。咁我唔会同佢切开个关系啦，唔好因为佢做错嘢影响我你自己啦。而对激得你最嬲嗰啲系边啲咩人先？即系你最锡嗰啲人嚟噶嘛？宽恕佢咯，系咪先啊？咁所以咧就唔好俾别人嘅错误嚟咩话惩罚自己啦，系啦。咁呢个咩嚟噶？系啦，闩咗个门个揞住个心，咁变咗咩字啊？闷字咯，系咯，系咪好辛苦咧？咁然后我哋如果要嘅话，要点样啊？打开佢咯，咁啊变咗咩啊？开心啦，咁系咪好鬼容易先？系嘛，开心就系咁容易嘅。咁我一齐做一个开心嘅运动得唔得啊？咁样咧就系、是，咁咧就系有巧妙嘅呢、这个呢、这个五万蚊技巧嚟嘅呢个，就系要咁样嘅嗱，只手同埋个掌咧要成九十度嘅，即系推出去嘅时候。是啦，这个就是开心，即好像将个门打开，将个心打开，将胸襟都扩阔埋，胸襟都扩阔埋，咁样吓，即耍太极，因为我懒，咁我成日教嗰啲都是一式一式嘅啫。你可以开心开五百次嘅一日，你睇电视嘅时候，你企喺度慢慢开心啦，系嘛？好好噶，又唔会运动创伤嘅。好簡單，你就我哋做呢個開心運動咁樣，係咪好容易啊？係咪唔會唔記得先？係咪？咁你就好記得咯。第一個運動係咩先？係啦，送俾自己開心祝福、正面嘅能量、生命意義啊嘛。第二個咧就係、是、開心運動，係啦。咁所以拍友嘅。開心咧，你自己開心咧，亦都影響到屋企人喎。我哋成日聽見啲拍友啲屋企人講咧，就話：，唉，我寧願係我病啊，咁樣嘅，係嘛？見到屋企人唔開心咧，因為有個病咧，自己心痛嘅。咁所以咧，拍友亦都要大家努力啲咯。因為咁樣樣咧，我哋自己開心啲咧，屋企人都會開心啲嘅。因為點樣啊？擔心掛心會變咗點啊？就唔好擔住個心同埋掛住個心啦，我哋要安住個心落嚟。咁點樣安住個心咧？點樣放心咧？就係、是、教大家第三個運動啦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做嘅，就係、是、自己攬住自己啦。嗱，頭先講過話，你覺得最受保護、最安全咁啦嚇。咁你可以掀埋眼啊，自己呆下自己咁樣啦。係啊，自己呆下自己。我當自己翻去 B B 嘅時候，而家自己去呆住自己個 B B 喺自己心裏面咁樣呆下佢先。每日都做呢個自己錫自己嘅運動，係咪重要啊？有嗰啲仔女又翻咗工啊，啲先生啊、太太啊，又可能唔得閒啊，或者未必我哋需要人錫嘅時候，有人錫我哋噶嘛。咁所以呢條橋係咩啊？自己錫自己，啱唔啱啊？咁係咪好容易學啊？好，咁今日咧就教咗大家呢三招運動係咩先？再重複咗一次，係啦，送俾自己祝福、開心、快樂，每日做幾多下？五百下開始嚇，睇電視又做得嚇，送俾側邊嘅人又得，送俾上天又得，嚇祝福地下又得嚇，
關心環保又得，乜嘢都得嘅。咁樣咧就係開始啊，就最緊要自己啦。然後跟住開心運動係點啊？係啦，咁樣開出去。然後跟住咧，錫自己點做啊？就咁樣啦，係啦，即係大動作啲啊，搖多啲啦，係咪？小動作都係搖少少啦，咁樣係咪？好，咁今日咧就係祝大家成為一個開心快樂嘅。永遠開心快樂的拍友，而且是很光榮地說我是拍友，這樣好嗎？好。